请问这是他吗？我真的每天看念华姐节目，那你跟我洗头的样子够吗？想不到有一天做看板做到要洗头嘞。跟我聊天的时候，他被戳成一根柱子。小姐，小姐。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，按下个钟仔，同埋 like 我的影片啊。